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314页，倒数第二行，依旧还是借着前面这一段经文，习着苟物，显明清白。啊，我们从最上面第一句看起，综上注解，故知清白者，至端之果也，无漏之明也，本有净体也。清白两个字是什么意思？啊，上面念老给我们举出何赞家乡书真解，这三位都是古大德啊，家乡大师，这是中国解释的啊，何赞真解，日本的金宗祖师，啊，特别称赞真解的解释啊，把它合起来看，清白意思就明显了啊，清白指的是什么？至端之果，智是智慧，智慧断什么？断愚痴，断无明，无明破了之后，清白就现前了。清白就是自信，中国人称为本善，自信本善。三字经上一开头，人之初性本善，啊，清白就是本善。慧能大师开悟，第一句话是：“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清净就是清白。”啊，把自信的样子给我们宣说出来了。
所以它是至端至果，是无漏之明。啊，漏是烦恼的代名词，无明烦恼、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，都用这个漏。来形容它，啊，漏是漏失了，啊，我们这个茶杯，如果下面有破损，茶倒下去都漏掉了，这叫漏，啊，取这个意思。那么我们有烦恼，有无明烦恼，有尘沙烦恼，有见思烦恼。把自性里头本有的功德漏掉了，智慧漏掉了，德能漏掉了，相好漏掉了，啊，自性本有的，啊，是不是真的漏掉了？不是，不起作用，等于漏掉了。啊，那么佛法的教学目的手段，我们会看得很清楚很明白，无非是帮助我们断烦恼而已。啊，烦恼是染污，烦恼是障碍，啊，烦恼造成十法界，严重的烦恼造成了六道轮回。啊，烦恼从哪里来？从迷失自性而来的。啊，大乘教上佛常说：一念不觉，二有无明。这就是根本烦恼，啊，无明是不明了，啊，有漏就不明，无漏就明白了，啊，无烦恼，明是代表智慧，自性本有的智慧就透露出来了，啊。所以佛法的教学跟中国传统相应，中国传统的教学是求智慧，那佛讲的最清楚，智慧是本有的，本有什么？不必求，只要把障碍除掉，这个比我们传统讲的好。那什么烦恼呢？烦恼无量无边呐。佛为了教学方便起见，把无量无边的烦恼归纳为三大类，好说话了。啊，这三大类，第一个，无始无明烦恼。这第一类，啊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一念不觉，从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，啊，也叫做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妄心是从真心变现出来的，
是这么回事情。啊，无明去了，烦恼没有了，自信智慧光明就透出来了。啊，所以学佛学中国传统文化，决定要相信本性本善。相信清明止于至善，啊，大学上开头就这一句话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清明，在止于至善，说尽了。啊，中国传统文化古圣先贤一生的精力时间都用在这个上面，诚身诚心啊，再往下这君子最低的要求啊，叫圣贤君子，在佛法里面叫佛、菩萨、阿罗汉啊，这些都是代表学位不相同啊。幕后这一句说得更好了，本有净体，清净心，清净心能生万法，所以它是万法本有的净体。体净哪有一样不净的？啊，一切不净是妄心作祟，不是真心啊，真心所现的一真法界，华严经上所说的华藏世界无量寿经所说的极乐世界都是一真法界，都是十宝庄严土啊，华严的华藏世界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宝土，跟着释迦牟尼佛学八万四千法门，任何一个法门修成功了，都升到华藏世界啊，到华藏世界才真正明了一家人呢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有分别有执着回不去了啊，放下执着六道轮回不见了，六道轮回是一场梦啊，梦醒了痕迹都找不到啊，醒过来是什么境界？四生法界啊，六道醒过来，六道没有了，你看到声闻缘觉菩萨佛啊，看到这个四法界只要一级一级向上提升啊，阿罗汉见思烦恼断，还有见思无明烦恼没断啊，他在
阿罗汉这个位置当中，把见思烦恼习气断干净了，他升起了，正辟支佛果，这说明他升起。所以辟支佛见思烦恼见思习气通通断干净了，那他还有什么呢？有，他还有尘沙烦恼。在辟支佛的果地，把尘沙烦恼断掉。尘沙是形容堵，从分别生。这个时候，他要断的是尘沙烦恼，尘沙烦恼断掉了，他提升了，菩萨了。在菩萨果位上断尘沙烦恼习气，尘沙烦恼习气断掉了，他在十法界成佛了。所以十法界的佛是见思烦恼尘沙烦恼连习气也断干净了。那么他现在要做的断无明烦恼，无明烦恼断了，无明是不起心不动念，六根在六尘境界上，眼见色，没起心动念，耳闻声也没起心动念，清清楚楚，寥寥分明，没有起心动念。所以说般若无知，你要去问他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他不通过思考思考啊，他就能解答你。说的一点都不错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就是这么出来的，从自信自然流露出来，没有通过思考，没有通过想象，完全是感应，众生有感，菩萨有应，感应道教丝毫不爽。自信真正是万德万能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无量无边际，佛陀的教学终极的目标是帮助我们回归自信正德，究竟圆满的智慧德相，像世尊在华严经上所说的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。跟佛一样平等的。这是佛教教学的究竟圆满。佛菩萨阿罗汉
是佛教教学学位的名称啊，最高的学位，现在大学的是博士，在佛教里称佛陀。第二个学位菩萨，第三个学位阿罗汉。你要修到佛的地位，最高地位，你一定通过阿罗汉、菩萨、佛陀，再向上提升，你得到了。啊，这就叫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见性就真的清白之净体啊，这个体能生万法，能现万法啊，它是个生灭体，所以它跟我们的自性真性混合在一起，自性能生能现，它能变，把自性所生所现的万物全把它扭变。你看，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啊，十法界本来没有的，变成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自性没有的啊，自性能生能现是十宝图啊，凡圣同居图、方便有余图都是十变的啊，转八十成四智，这些幻象全都没有。所以它不是真的，阿赖耶存在，十法界六道轮回存在，阿赖耶不存在，十法界跟六道轮回不见了。所以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说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说得好啊！啊，六道轮回跟十法界都是梦幻泡影啊，不是真的。啊，现前就不是真的，我们把它当作真的。啊，为什么不是真的？现前所有的现象啊，物质现象、阿赖耶的境界相、精神现象、思想，能想东西南北，能想过去未来，神通广大，啊，他是第六识跟第七识，第七识的执着，第六识的分别，这都是烦恼的根呐。啊，让我们清白、清净的自信显不出来。啊，去学佛，学个什么？你能得到什么？学佛学到最后，
你得到的是自性，明心见性。心性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啊，虽然什么都没有，他遇到缘呢，他起作用，起作用就是什么都有，一样都不缺，整个宇宙。啊，有局限的局部，我们知道。我们住在这个地球，地球上的状况我们大概知道。地球以外的星球，我们就不知道了。我们知道的太少了，太有限了。这是凡夫啊，我们必须再向上提升。为什么呢？正德究竟圆满，说正德不如说恢复啊。为什么？本来有的成佛一样也没得到，所得到的智慧德相啊，是自性本有的，你什么都没得到啊！今天本有的智慧、本有的德能、本有的相好，全不起作用。这不起作用的障碍，就是这三大类的烦恼，务必要把它化解的。用什么方法？用戒定慧三学啊，这三学也是自性本有的啊。戒是本有的相好，定是本有的德能，慧是本有的智慧，统统恢复啊！那成佛，那我们要相信，释迦牟尼佛没有妄语，告诉我们一句真话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成佛不是一个奢侈的话了，本分呢、啊？你本来是佛，现在想回归佛的地位，不难呐、啊！啊，只要自己把障碍拉掉。你就成了啊！放下见思烦恼，证阿罗汉放下尘沙烦恼，证菩萨果位啊！放下无始无明，就明心见性，见心成佛就圆满了。这真的不是假的我在年轻初学佛的时候，第一次见出家人，我那一年26岁，跟方东梅教授学哲学。
认识了佛教。佛教是高等哲学，佛教是教育。啊，我从这个门进去，啊，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，张家大师，啊，是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之一，啊，这个四大活佛，西藏两个，达赖班禅，蒙古两个，张家这不真丹吧？啊，在中国北方都知道，南方很少知道。啊，我亲近这个老人，那一年我是26岁。张家大师65岁，我向他请教，我从方东梅教授那里认识佛教，啊，佛教有大学问，真实智慧。我问的是，佛教有没有方法叫我们很快能够证得？我第一个问题问了这个问题。啊，老师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。啊，可能过去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。那我们看了半个小时，那个小会客厅里头还有一个陪我去的两个蒙古的亲王，啊，他的小客厅就是四个人，半个小时一句话都没有，完全好像入了禅定了。哎，他老人家说了一句话，有啊，我们等了半天了，听到一个有，精神马上振起来，得好好的听啊，他又不说啊，听了5-6分钟，告诉我6个字：看得破，放得下。啊，这种教学法，我们一生没遇到过，非常有实受力。磁场氛围非常好啊！啊，老人，这10几年之后，我们才明了啊。圣教绝不容许心浮气躁。我们年轻人心浮气躁，让你坐在那半个钟点。什么都不想，把浮躁的心全放下了，他才跟你说话。说了一个有，哦，你的心又动了。浮躁的现象现前了，不说，等你再定下来，再跟你讲。
这种教学法两个小时，最多也不过说个十几句话吧，可是很管用，叫你一生都不会忘记。啊，真的不跟着下去了。啊，我们没有那么深的定功。啊，听老师说了之后，似懂非懂，好像是懂，啊，其实是不懂。啊，听了之后，就向他人请教。从哪里下手？啊，他告诉我，从布施，教我三种布施：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。这三种布施要放在心上。虽然没有能力做到，要心想往之。啊，心里头真有念布施的心。啊，那没有能力，没有财物啊，也没有威德了。啊，但是要养成布施的心。遇到有缘，随分随力去做。啊，告诉我，凡夫之人都想发财啊，而财是命中注定。由不得自己，命里头没有财，要懂得安分守己。为什么呢？不是老天不公平，老天非常公平啊。那个人命里有财，前世修的，不是这事。啊，命里没有财，生到一个富贵人家，那生下来不就享福吗？没错。啊，他命里头没有修财的话，他有这个福报，是跟父母有这个缘分，他来了。到父母不在了，他当家做主了，几年就败光了，这败家子。那为什么命里没有嘛？能够继承啊祖宗事业的，还能够向上提升的，命里有啊。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！他命里那个财怎么修的？过去生中修财布施，欢喜财布施是这么来的，而且越施越多，越多越施，这是。大富长者他所修的因，聪明智慧是法布施来的。啊，自己知道的东西没有隐瞒，啊，没有吝啬，肯教人。啊，特别是希望别人修得比我更好，能在我之上，
那这个人是大智慧。啊，健康长寿是无微不至。人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，他能够帮助他化解，帮助他平安度过，这了不起啊。啊，这个果报是健康长寿啊。你看看这三样东西，财富、智慧、健康长寿，都是每个人需求的。所以大乘教里常说，佛是门中有求必应。那世间人求的不外乎这些。那佛把因果报应啊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，把三种布施业因果报讲清楚讲明白了，你如法照做，你三种都得到，不是假的。啊，那么我亲近大师，大师那么大的年岁，65岁，他一生看了多少人，经验丰富啊！我们一见面都被他看穿了。啊，过去生中，大概只修了一点法布施。没修财布施，也没修无为布施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有一点小聪明，没有福报，而且短命。那是前面因啊！啊，他教我，教我也没有明说。叫我认真修三种布施，那是弥补过去生中缺陷。啊，所以那个时候我跟他亲近时间多了，啊，他约我就是每一个星期见一次面。啊，他没有客人的时候，给我两个小时时间；他要有客人的时候，给我一个小时时间。啊，所以我们就很熟了。我有一次就想到啊，我这个前途，我孤家寡人一个人在台湾，从事哪一个行业，比较恰当？他老人家叫我出家，就我出家是他的意思。我没想到，而且要我了学释迦牟尼佛啊，叫我去看释迦谱、释迦方志这两种书，在台湾找不到，书店里头没有卖的。啊，佛教《大藏经》里头有。啊，所以我就在台北市找到一个比较大的、规模好的善导寺。
啊，善导寺里头有一个太虚大师图书馆，我有空就到那个地方去读书。啊，那个地方藏经可以在那边看，不外借的。啊，所以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去抄经，张家大师教我读的那两部经，我都抄下来。啊，好在不太长。啊，读了之后才晓得，好像佛教，不像是宗教。啊，宗教里面最重要的，要有个创造宇宙、主宰众生、吉凶祸福的神或是上帝，佛教没有。啊，佛教说宇宙怎么来的？是我们自己念头变现出来的。啊，这个所有宗教里头没有这个说法。啊，佛家讲心现识变。啊，华严经上讲的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啊，心真心是自心，识是妄心。啊，梵文称阿赖耶。啊，真心能现能生，妄心能变，就是阿赖耶能变。把真心所生出来的现象，把它变成六道轮回，变成十法界，这是阿赖耶的事情。那如果能把阿赖耶放下了，把它转变了，那一真法界就现前，六道十法界就不见了，就像做梦一样醒过来了，梦中境界了无痕迹。你找不到啊，六道跟十法界是梦境啊。永嘉大师说得好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就是六道轮回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你要是觉悟醒过来之后，这个境界再找不到了，所以它是假的。那这个境界里的恩爱是假的，怨仇也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大乘经教上讲得很清楚，讲得很透彻，我们能相信吗？能接受吗？能信能接受都是有善根的人，真正有智慧的人，啊，他们听了能信能接受，啊，那一定要深入经藏，啊，要把它真正彻底搞明白搞清楚，你就有能力超越。啊，在一生当中啊，回归自心。啊，业障重，习气深，对于事实真相看得很清楚，很明白。就是放不下，八万四千法门，
无量法门，没有例外，都需要啊断烦恼，才能向上提升。那不断烦恼是升不上去的，一个台阶也上不了。啊，这就要认识阿弥陀佛慈悲，他提供我们一个特殊的法门，那就是他以他的无量界修行的功德，又用五大界的时间做全面的考察，考察一切诸佛刹土，心、相、因果，取人之长，舍人之短，啊，建立极乐世界，用这种方式来戒引众生，先把你戒引到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是个非常理想修学的道场，那个地方没有障碍啊，一生当中决定证得究竟圆满，这是不可思议的法门。那么极乐世界，介绍极乐世界，无论是理，无论是事，无论是往生的方法啊，果德通通讲清楚讲明白，无过于这一部无量寿经。那无量寿经很深啊，凭我们自己还没办法看懂，那黄念祖老居士提供这个注解，这个注解里头就包含83种经论，我们在这看到的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，用这么大分量的参考资料来注解这部经，所以看他这个注解等于看了全部的大小乘佛法啊，可说大乘小乘禅宗密宗啊，乃至于世界上所有这些宗教全都包括在这部书里头。那这一部书深入，我们这一生就会从六道里面超越了，永远不再搞六道了，六道太辛苦了啊，要超越，超越之后是以佛菩萨的身份回过头来帮助大家。这个好啊，值得去做啊。啊，所以我接受老师的劝告，老师圆寂之后
两三年，我就辞掉工作，专攻经教，对经教产生很大的兴趣。那个时候我到台中，以李炳南老居士为老师，我跟他十年，能有今天这一点小成就，我这三个老师缺一个都不行。方东梅先生介绍我认识佛教，张家大师三年给我扎下根了，李炳南老居士十年才养成。可真真修学长远很深的，在这个时代寺院庵堂不重视经教，学经教的人不受欢迎，寺庙里不要你，你要做金蝉佛寺欢喜，哪个寺庙都欢迎。我遇到这样的环境，没有一个寺庙容纳我，发个心成就我学习经教，这个压力打击非常大。那个时候只有两条路，一个就是跟大家一样放弃经教的研究去做金蝉佛寺，另外一条路就还俗，放弃这条路，正在考虑这个问题，遇到了一个护法韩馆长，他们夫妻两个很厚道，有义气，是我的听众，听得很欢喜，我走到这个岔路，他们了解之后，夫妻两个商量要帮助，我没地方住，他家里还有个房间，让我住他家里，奖金我们租借道场，能够借到就借用，借不到就租用，听众几十个人，三四十个人，五六十个人，帮助我三十年，这根扎稳了。他往生了，我们海外的缘成熟了，所以讲经可以天天不中断，
可以说这一生全是佛菩萨安排啊，这个是张家大师告诉我的，一心一意为佛教服务啊，集成释迦牟尼佛的事业啊，释迦牟尼佛的讲经教学的事业，你的一生佛菩萨替你安排，你什么都不要操心。我是非常相信老师的话啊，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也不放在心上，是吧？上天安排，佛菩萨安排，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啊能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心最重要，就在经题上头一个清净心，不受染污；第二个平等心，不受环境波动，这都是定，都是真心啊。清净心阿罗汉证得的，平等心菩萨证得的，后面的觉就是成佛啊，智慧开了，因界得定，因定开慧啊。在古代，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啊，还是佛教流行各个地区，全都是用这个方法啊，成就弘法利生的人才啊。那么现在呢，学了西洋的方法，佛学院不少，我也办过，也参与过，但是都是用的西方教育的理念跟方法，学的很多，都学一些知识，不能起作用啊，也就是清净心得不到，清净得不到，平等觉就不必谈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经历这么多年的经验，我们深深体会到，也深深的不疑惑，一定要回过头来服从老祖宗，要肯定老祖宗的智慧德行高过我比不上他啊，这是真的。放下傲慢，放下好胜，一定要学谦卑，从头学起，培养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这样的善根福德因缘，啊，培养真诚、恭敬，啊，受法，求清净心。修平等心，这就对了。那么下面念老记住，记得好，若永通禅门
跟禅宗合会，习诸格物，就是禅宗讲的迥脱根尘。我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看到，老人有一段开始，修行人要放下六尘，不但要放下六尘，还要放下六根六识，脱就是放下了。穷是远的，远远地离开它，就这个意思。在哪里修呢？在六根上修。眼见色，放下执着，放下成见，放下对立，这是起步的功夫，在真修行啊。为什么知道？是知道外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。修行就是修这个心的，不被外面环境染污。就是染污啊！如果放在心上，就被染污了啊！放在心上，我们眼看色，喜欢这个，讨厌那个，放在心上了，就造轮回业。你喜欢那个，那是三善道；你讨厌的那些是三恶道。啊，两个比重。如果讨厌的比喜欢的还要过分，那就是三恶道在前，三善道在后。六道轮回自己制造的，真正是自作自受啊，与任何人都没关系，不能不知道。啊，如果还得怪别人，那是罪加一等，罪上加罪，错了。啊，外面的现象，你愿不愿意接受，全在自己。啊，看得清楚，听得明白，不放在心上就对了。不放在心上是什么？敬业。心地清净，没有被他染污，眼不为色染污，不受色欺骗，耳不为音声染污，不为音声欺骗，啊，鼻对的是香，舌对的是味，身对的是触，啊，六根戒除六尘境界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智慧如如不动啊，不受染污，不受动摇，那是禅定。所以戒定慧在哪里修？在见色闻声嗅香肠味，在这里修。啊，离开这个境界到哪里修去？没地方修啊！啊，起心动念造业，啊，不起心不动念就是修行了，你就是真的修定了。啊，这就是宗门讲的迥脱根尘。
啊，根尘一脱，妄心放下了，马上转识成智。啊，当家做主用事的是谁呢？真心。妄心放下去，真心就现起，真心充满了智慧，充满了德能。啊，灵光独耀啊！啊，是显明清白。啊，我们的自信露出来了，自信的德用露出来了。灵光独耀就是作用，自信起作用啊。灵光是智慧，自信本有的智慧现起，不再迷失了啊。这是融会在禅宗，那回归在净宗呢，就是毒蛇六根啊，六根都控制住了其正用，不其偏邪。谁能做到？设法界里面菩萨做到了，佛做到了啊。虽然做到很像佛，很像菩萨，大乘教里没有承认他是真菩萨，他是真佛啊。为什么？他依旧用阿赖耶，阿赖耶用的正啊，也就是言持戒律，清净无染啊，清净比丘也能做到，这个叫相似即佛啊，很像佛。他如果用真心就是真佛啊，可惜阿赖耶没转过来，还是用妄心啊。阿赖耶就是分别执着落印象，第六的分别，第七的执着，第八落印象这叫造业。我们学佛的谁能做到不分别不执着，不起心不动念？谁能做到啊？能做到就成佛了，是真佛，不是相似即佛。啊，有啊！我们看到海贤老和尚，他真做到了。他跟任何人相处，我们常说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他不但做到了，他做到了究竟圆满。人人都像他那样，天下太平了，人与人之间没事，非常和睦啊，相亲相爱，像兄弟姐妹一家人一样的。那兄弟姐妹什么时候看？
那个相亲相爱没有成年，那应该是什么？大概十四五岁之前相亲相爱，长大之后才有他的想法，每个人想法看法不一样了啊，十四五岁差不多，兄弟姐妹多啊，你看他，我看到一家人兄弟姐妹七个啊，相亲相爱啊，这个要父母教得好啊，为什么？父母教好了，他慢慢明理，他能保持啊。中国传统教育是保持一生都要相亲相爱，不生变化这对父母叫尽孝啊！啊，兄弟不和，父母最痛心的，那大不孝啊！啊，现在人不懂啊！那么从这个地方看，我们知道，念佛法门里头有禅。那念佛法门里面有密，没有不包含的。啊，所以都是六根。是习着垢，净念相继呢，自得心开，是显明清白。显明清白是见性，明心见性。那习着垢是断烦恼，啊，这个是修行。显明清白是真果，你看自得心开，开悟了，盖一身佛号一身心，念佛即是十觉合本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今天念佛，十觉合不了本。是什么原因？我们的心是染污，是不平，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啊，所以我们念了几十年，还是妄想杂念很多。啊，这换一句话。叫功夫不得了，念佛人要以这个为标准，妄想少了，杂念少了，啊，确实是少了，但是他还有，还要继续努力，啊，要不断放下。啊，我的妄想杂念比人少，这个很明显。什么原因？五十年不看电视，不看报纸，不看杂志，啊，宇宙外面境界统统断绝。啊，古人讲啊，知识少是烦恼少啊。我没有手机，没电话，啊，你找不到我。那跟大家见面就是在电视网络画面上，
这个道理要懂啊。我不能住大庙啊，什么原因？我没有那么大的功夫啊，没有那个定功啊，没有那个智慧啊。啊，庙越大人越多，从早到晚应酬，这个我没办法。啊，海贤能做住小庙几十年。啊，他有禅定的功夫，有真实智慧。啊，我的小庙跟他比不上啊。他的环境好啊，穷乡僻野，人迹罕至。便于清修，啊，田园的老祖，一身佛号，一身心，那是他的道场，他工作在那念佛，佛号没间断。啊，收成的粮食可以维持生计。道场没有香火，没有供养，他能活得下去？啊，他的农田就是在这道场。啊，这些道理我们要懂。啊，他的显明清白，自得心开，他有那么好的环境啊，一生佛号一生心，用在海贤和尚身上恰到好处，念佛就是实觉和本觉出现，就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在净土教理业心不乱，他真的了啊，我们看到了，我们要深信不疑，应该认真努力学习再看底下一段经文，悲之了苦，这个分三段啊，看到这个品题知道这段文字重要，我们很想学到手啊，分三小苦啊，第一小苦，调喧，调众生，喧妙理，这经文，经文就六个字。啊，调众生，喧妙理，注解里头说，调者何也？众生者，一切有情也。这一句重要啊，我们今天社会动乱，地球灾难这么多，根本原因从哪里来的？居住在地球上这些众生不护啊，人跟人不和，畜生跟畜生不和，鬼神跟鬼神不和，
在人讲到人身，咱们身内不讲身外。我们自身自己跟自己不和，从哪里看到？心里烦躁啊，烦躁就是不和。六根不能和睦啊，家庭，现在的家庭，夫妻冲突，父子冲突，兄弟冲突，所以引起整个地球上的生物都失去了调和，这个事情严重啊！念老注解里头所说的众生呢，指一切有情众生。无情众生，树木花草、山河大地，现在也被有情众生感染，失去了调和。这是大麻烦。宣誓，必须把这个事实真相、来龙去脉、业因果报讲清楚、讲明白。这个问题才能解决。要学妙理。妙理是什么？色相之立体，不能骗人。把宇宙人生的真相、宇宙万法的真相讲清楚、讲明白，让大家就放在心上，要放真的，不能把虚假的放在心上。把虚假的放在心上啊，心就被染污了，就被动摇了，那就造业了，产生变态的幻想。这个幻象就是六道轮回，就是十法界。那么这一桩事情，确确实实也只有佛法讲得透彻。世间有没有讲的呢？有，儒在讲，道在讲，各个不同的宗教都在讲。那么宗教里都不和，再往深处看，同一个宗教，它也分支分派，这些支派也互相不和，甚至一个寺庙，住众几十人也不和。
身显现的。对这个问题看得很重啊！啊，告诉我们，关系着佛法的兴衰，和佛法就行，不和就衰了。衰到极处就灭了，那谁不能不活？从哪里做起？从我自己做起。他不跟我活，我要跟他活。啊，这才能把和睦相处落实啊，也就是此地这两句话，调众生，调众生就是一求全世界一切有情众生都能够和睦相处，能够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相关怀，互助合作，能不能做到？能。用什么方法？讲经教学，学妙理。啊，真正能做到。啊，诸位要是细心去观察，你看到。啊，我这个人没什么长处，也没智慧，啊，好处就还有几分老实，我这跟大家讲得很坦白，啊，老实100分，我只有30分，我没有做到50-60分，啊。我要做到50-60分，我的成就就不止今天这个样子。啊，我跟着三个老师对我都非常了解。啊，比起现在一般学生，那就好多了。啊，老师听话真干，是一般学生。大概就有3-5分了，我还有30分呢。啊，所以老师没有舍弃我，啊，还肯教我。啊，如果完全不听话的，有傲慢心的，老师不教我，他教你没用，浪费时间。浪费精神啊！真正肯学，不教是罪过啊！不肯学的人可以不教啊！不浪费时间，不浪费精神啊！海鲜老和尚成就是100%。啊，100%的真诚，100%的恭敬，100%的听话。师父教他一句，92年不变。啊，念到功夫圆满，理一心不乱。佛来了，委托他注释表法，啊，他要是往生，大概在20多岁的时候，他就有资格往生了，功夫成片就有资格了。啊，见阿弥陀佛，寿命不要了，求佛。带他到极乐世界去，
没问题，这例子很多啊。佛要留他住世，那就是佛门里所谓的娑婆世界修行一天，可以抵得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。为什么？极乐世界容易修，娑婆世界难修，障缘太多，你能够都通过，了不起啊！在极乐世界的人也未必能通过啊！你真上缘非常非常之多啊！你能够不受影响，就成就快啊！啊，那么像他那样的人，功夫成片，我估计。23岁，事业心不乱，我估计30岁前后；礼业心不乱，不超过40岁。啊，礼业心不乱成佛了。我们在他话里听得出来。你看他说话很含蓄，我什么都知道。这一句话是透什么信息？明心见性。只有明心见性才什么都知道啊！虽然什么都知道，他不讲，这是什么？尊师重道。他的师父传戒老和尚告诉他的，明白了不能说，不能乱说，不要指手画脚。明白了是什么？开悟了，开悟了也不能说。啊，时代不一样，你要是说，嫉妒障碍的人多，找你麻烦的人。你慧能大师生在唐朝盛世啊，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，生在那个时候大彻大悟，五祖都要叫他去躲起来，时间因缘没成熟，在猎人队躲了15年，大家对这桩事情概念淡薄了，他才出来啊，那你就晓得海鲜老和尚身份自然开悟了，成佛了。他出国很难的，他的缘在中国，不在国际上啊。他出不来，一生就守住南阳这个小地方，活动就是几个县。啊，影响大，到什么时候？往生之后，影响就大了。大家知道了，老人不在了，啊，所以这个要知道，这个地方玄妙理，就是说，真正调解众生，只有这个方法。所以宗教教育应该重视啊，非常可惜，现在全世界一般国家领导人没有在宗教真正下功夫，历代帝王当中
对宗教上真正下功夫的，中国的雍正皇帝啊，他对儒释道都通啊，这三家的大德高人跟雍正比可能都比不上，他真干了，他真了解。啊，所以宗教教育比什么都重要。佛教本身就是教育，传到中国人来没有变质啊。寺院庵堂是学校，用寺。这个意思是永久设立的，不可以废除的，这个机构才能成为寺。那所以佛教的道场用寺，啊，伊斯兰的道场也成寺，啊，只有基督教传到中国来的成为教堂。啊，那么国家领导人认识制定政策由国家来推行啊，中国过去教化众生是儒释道三家起很大很大的作用啊！啊，每一个朝代都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太平盛世啊，长治久安社会和谐人民幸福我们看到这一句非常感动啊！妙理实相之理体就是《法华经》上所说的佛知之见也啊！《大乘华严经》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佛陀的教育不是别的，恢复佛知之见，如是而言，佛知之见是本有的，啊，就是佛的智慧。啊，佛所知的深度广度没有边际，佛的见解完全正确，没有丝毫的偏斜啊，这些都是我们众生个个具有的圆满具足，只是弥了自性啊，把正知正见呢变成邪知邪见。那现在的方法必须用佛的教理，让我们觉悟，让我们回头，让我们把自信找到。那方法就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，在佛门叫诵经啊，诵经的目的是哪里？诵经的目的是
其义自见，就是开悟。所以不能求解，求解悟门就堵塞了。啊，求解所得到的佛学常识，要不求解，一直念下去，会开悟。啊，那就是我们每一天读经，是属于持戒。那念久了，自然得定，就是清净心现起，烦恼少了，啊，妄念少了，这就很有进步了，心越来越清净，越来越平等，智慧就开了。啊，开佛之见，是佛之见，乃玄妙理。啊，开是佛帮助我们，把我们的心打开。这里头有佛之见，虽有佛之见，自己不知道，迷得太久了，所以必须要有人告诉你，指出来这是什么，这是什么。啊，这叫知识。啊。开始，然后你才能够真的了悟入啊！啊，经过开始觉悟了，最后入佛境界。啊，指导的老师就是要开，要试。啊，悟入呢是自己的事情，令一切有情悟佛之见，入佛之见呢，这是调众生，众生都成佛了，成佛都平等了，成佛都和睦了，为佛与佛方能究竟的。啊，那么这后面几句话意思很深。调和情绪以发正心。调和众生令其中道。这是一个道理。啊，我们谈起。先要挑选，中国的琴是弦乐器，啊，必须自己先把它调准，音调正确，啊，它才能发出正确的音声。那么调和众生呢，要帮助他切入中道，中道就是明心见性啊，切入自性，自性里头没有偏邪，没有虚伪，没有妄想啊，净土法门是佛之见啊，净土所说的全是佛之佛见，而且是佛的究竟之见不可思议啊，圆满的佛之佛见确实，一切经教都不能为比。这个法门太殊胜了，太方便了，人人遇到都能成就。啊，
造作几种罪业的人遇到也能成就。弥陀第十八愿讲得好啊，无逆受啊，经上讲生念必生，唯除无逆受。善导大师告诉我们，佛说唯除无逆受，意思是劝人不要造这个重业，这个罪太重。意思在这里，不是真的不能救。如果真的造了无逆受啊，那以前没接触佛法不懂啊，现在才知道啊，忏悔还是可以，真正忏悔回头是岸啊，一心称名求生净土，佛还是来接引，这才是净宗的究竟圆满。如果无逆施恶念佛不能往生，净土中还有遗憾，还不是没有达到究竟圆满啊，净宗确确实实是达到究竟圆满。所以我们晓得跟中国古圣先贤立法，立法要严，非常严格。为什么？希望你不犯法。真正犯了法呢，判刑的时候要尽量判他最轻的啊，而不是真正的是知佛人，真正是劝导大家断我修善啊，净宗智慧圆满，慈悲圆满啊，念佛成佛究竟圆满，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。所以持名念佛从容重道啊，海贤给我们表的这个法无比的殊胜呢，他用了92年啊，最后给我们表现的是最重要的，就是和睦。若要佛法现，唯有圣战胜，彼此互相赞叹，放弃批评，放弃争论，这是兴旺的气象。如果谁都不服谁啊，互相毁谤，互相批评，这是衰相啊，让社会大众无所适从啊，你们每个都自赞毁他，他就不学了，他认为这个都是邪教啊，所以一定不要忘记礼敬祝福，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，忏除业障啊，这才真正能够随喜功德啊。随喜功德就是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